穿着火辣的名模刘亦馨，露出性感的身材和修长美腿，让现场的男士心跳加快。其实她还有让自己性感更加分的秘密武器哦。手上拿的是我们的费洛蒙产品啊。原来她使用的是业者开发的费洛蒙香水，许多人喜欢用香水来增加情趣。不过市面上90%的费洛蒙产品都是猪的费洛蒙，现在有厂商推出人的费洛蒙，强调有专利申请，要抢攻情人节的市场。面上的香水呢，费洛蒙香水几乎99%都是猪的费洛蒙。那么猪的费洛蒙呢，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猪骚味。很多不知情的消费者把猪的骚味喷在身上，希望吸引异性，这件事是一个缘木求鱼的事情。目前使用人类费洛蒙的国际型的大厂包括江森江省、雅芳、维多利亚的秘密、施华蔻、戴尔，当然还有包括本公司，全世界总共只有6家得到正式的授权。联合报记者刘学胜，高雄报道。